大家好，我是崔医生。生活中，很多人感觉自己的筋好像短了一样，身体总是紧绷绷的，舒展不开，还总是肢体僵硬，甚至麻木。以前说劈叉就劈叉，说下腰就下腰，现在说抽筋就抽筋。那为什么会出现感觉自己筋缩了呢？那首先你要明白筋是靠什么来濡养的。中医上说肝主筋，筋呢主要是靠肝血的濡养。《黄帝内经》在论述人体的生理功能时候说，女子过了28岁，男子过了32岁以后，肝血功能逐渐衰退，对应的筋的功能也会出现变化。如果肝的功能衰退的话，很容易导致经常抽筋、肢体僵硬或者一些关节病的出现，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见的腰椎病、颈椎病、膝关节病、肩周炎等等一系列问题。所以说，养筋就是养肝。那如何来养肝呢？给大家分享一个很简单的方法，就是仲景先生的芍药甘草汤，这个方子特别简单，只有2味药，芍药和甘草。其中的芍药现在看有白芍和赤芍之分，但古时候分得不明确。一般来说，后世医家普遍认为是白芍为佳。芍药可以养阴和血，甘草可以补中缓急。芍药的酸和甘草的甘配合在一起，就形成了酸甘化阴之品，能起到养阴血、缓筋急之效。这就对肝阴肝血不足、血不养筋导致的筋上的问题非常不错。好，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。如果这个方法对您有用，欢迎点赞、留言、加关注。